待会再期待一下下。那当然还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消息是，为了方便我们全国的朋友可以在今年我们的文娱季期间到达我们的这个屏东的各个地方去玩耍，我们有很多的安排，交通上的安排，包括跟公安局合作的这个垦丁快线，5月1号就要正式上路。高雄到垦丁啊，只要2个小时，中间只停幸福气站，让大家下来吃